晴晴一看到他就说：“妈咪，这个是冰淇淋车车，这个是里面我觉得唯一比较女孩子的，就是很可爱。然后它的质感蛮好的，就大家都知道这个车真的很划算，是因为它真的非常大台，很适合比较小的孩子。然后它的质感都是雾面的，你看它的质感做得很好。”然后它可以打开，然后里面很有趣，就是里面会有一些造景，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小人偶，就可以搭配一起玩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我蛮喜欢它有一些垃圾车，或者是说这种吊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可以放垃圾哦，就是旭宝真的会把一些小垃圾放进去，晴晴也会，他就放一些卫生纸进去，然后就是这边也有放垃圾，然后你可以这样打开，然后。倒垃圾，垃圾车就是模拟垃圾车，我还蛮喜欢这种，就是有真实模拟情境的。然后像这一台也是，它是吊车，就是可以这样举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它也可以这样伸出去或缩进来，然后它可以真的挂东西，然后它也可以这样，你可以在这里放小车，然后可以让它倾泻，东西掉进去，掉下去。然后还有这个是吉普车，就是这里真的方向盘可以转，这台也很可爱。然后还有这个，像这个我觉得他们就是可以跟玩沙工具一起出去，就是你带去公园玩沙的时候，或去玩水的时候，都可以带这些车，因为这些车我觉得他们不怕沙不怕水，然后蛮耐用，就是爬沙的车。然后他屁宝他就是会组城堡，然后把他的车放进去，他就说是他的停车场。看图片的小车没有超大台的，你们看很大台哎，有够大台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比我的脸还大，而且价格超可爱，好。